你咋来了？我这来了，我这个房子装修的嘛，装修的我说我来这看看，换窗户的，换那个啥的，装修好了慢慢住这更近了。监督的是吧？监督。过段时间了，过来查看一下。看着房，不是你不带的话，俺妈在这儿嘞，俺妈给你看。我知道你妈在这儿嘞，你妈在这儿外地嘞，这开开嘞。我看装修啥样是呗？就是俺换大件的，换窗户的，我都怕俺给换不好了，因为那都是大东西，都是换上成咱自己的。是呗？我给你看看。我看了心里也踏实了，是吧？俺说说就是大的，俺说说，装好了，说说你那个那个啥，今年过年了，不用老家过年的，不是也在俺家每年过年。跟王一块在这儿。今天去另一个家里过年，对不对？那还近，从这走个一米都到了，出门走一米都到了，吹一米都该敲门啊。这还暖和，到时候过年了在这过年。老俺娘不是也老了，然后正好这也暖和。哎呦，俺说吧，说俺不，俺过年还在家里多人了，在城里过年有啥过？也不能起个武警的。家里老都有年味儿啊。对，在这没有年味儿。那么过年过来住嘞，是吧？冬天那么长嘞，就是冷啊冷嘞，正好搁在这装修啊。你愿意跟你姨做对门呗？愿意。不愿意也不得，已经是咱四个人已经定了，是呗？不愿意这样。到时候这两间啊，就有一间做饭的人了，然后剩下轮子。那你说叫这个呗？一天一个，一天轮子的。那叫一家一天啊，一家一天。对，就是咱到时候给我这弄大火锅啊，一家做饭都你做饭老无可水，我做饭老无可水。是呗，叔叔。到时候你给哥哥们俩住，都为了面试。到时候了，小心点，到时候王一腾来我屋睡，我再待一天了，我再过去睡。走一脚去看这个房嘞。现在啥也没啥里边，就是那个窗户里。就看、还没，我还没见过嘞。没见过，走，参观参观，给俺叔叔。去吧，参观参观。都拆啊？都拆了。我也想。这都拆了，在这安着玻璃。今个换床位，这不是我来这里了。这都是这俺这玻璃。来了，你看看，看看这家门有你这家大。就是都拆了，库里都拆了。原先是那张。原先都不是，原先时候还装修好房嘞。那要是装修好的时候，我还过来看一次。就是你看对门那还是咱上学那边多，因为装修好之后，都不是别人在这住，是呗？是，别人在这住我也没进来看过。就是，拆了把这屋里头重新装上，门上也拆了，这厨房的卫生间，门也都开了，你看见了？重新装了这多房子，房子也多好了。重新装了嘛，装好了可在这住啊。你看，要不你说要不重装，你说这炕这床，你看这能装啊？瞧脏了，你看这家里都不干净了。装装了还干净呢。就是，还跟咱一样呗，叔叔。可不一样了，这都拆了，大变样。跟之前一点不一样，以前啥也有，这墙这漆，还这地板砖，现在都拆了。可不累，你期待吧，哥，期待装修好了，叫你带着这参观一回啊。到时候我不过来看，到时候装修好了，再叫过来看。对，中间不让你过来看了啊。对比一下。装修好了，怎么的？就在装修好，我家都整好了，再让你参观一下。啊。叫个点评一下，到这儿。就说期待外公给点评的啊。看装成装修成啥样？看出来好看不好看，是呗？啊。行，再请你要不吧，俺在这等吧。准备放嘞。